公斤，麦儿为木村，黄金天梭刺，光彩照寒门，身上风白鹅，努力搏新风，父子俱无恙，脱身缠口中，七岁立圣母，身上五十年，一朝相见后，旌旗东皇天，道仙为旬日，庄天勾稽身，愿将身代祀，北望岂有心，西入雪交翅，春风动彩衣，双亲开口笑，喜气满庭闱。黑身风旋尾，鸡啼泪满衣，魑魅知晓矣，牛迷赠君归，东岳闻琴暖，燕天上真亮，儿童知自知，千古一黄香，舍策甘传出，朝朝双鲤鱼，自能横笑目，复一笑其故，四目怕闻泪，冰魂素夜台，恶相识一阵，盗墓绕千回。可母为父母，心荣如在世，疾言诸子之，歌谣笑情味，泪滴素风寒，潇潇竹树干，须臾冬笋竹，天意报平安，归仙问天下，平生笑世情，不辞长堤鸟，言用笔生尘。为母埋儿。汉朝的郭巨身处乱世，兵荒马乱，民不聊生，再加上家里贫苦，粮食供不应求，有一餐没一餐的在过生活。他有一个三岁的儿子，非常得祖母的疼爱，饭菜不足，祖母宁可挨饿，还是把食物分一半给孙子吃，生怕孙子饿着。日子一久，郭巨的母亲因营养不足明显的消瘦下来，气色大不如前。郭巨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暗地里和妻子商量说，我们家里本来就很穷，可以供养娘的食物已经很少，现在娘又把食物分一半给儿子吃，我们何不埋掉这孩子，好让娘有足够的食物吃。郭巨又百般无奈地说，我们还年轻，孩子可以再生，娘只有一个啊。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，父母对子女的关爱从来只怕少不嫌多的，郭巨的妻子也绝不例外。虽爱子深切，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之下，为了让母亲吃得饱，两难之下也只好答应。说也神奇，不知是上天知晓郭巨的苦衷，当他打算埋儿，挖掘到三尺多深的时候，发现了许多黄金，金条上边还写着，孝子郭巨，黄金一斧，这些是赐给你的。郭巨四公斤，麦儿为木村，黄金天梭刺，光彩照寒门。人生最怕碰到两难推理的困境，因为要在两者当中选择其一，取舍太困难了。好比发生海难，你只可以选择拯救妻子或是儿子，你会救谁？郭巨为了孝敬母亲，不惜牺牲亲生骨肉，拒子养母，心里怎么可能不悲痛呢？幸好奇迹出现，否则就白白牺牲一条宝贵的生命了。这二十多年来，我们创作制作了许多陪伴孩子长大的经典学习专辑，如今在 YouTube 频道一一排队上架，
欢迎你来支持及鼓励，签购成为372温暖粉丝。